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小婷，今天要来 Simlin Square 买一些电脑配件，跟我来吧。频道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要来做一个组建 PC 的视频，因为我的之前的笔记型电脑已经用很多年了，然后我就准备来做一个比较强、更快，然后更小型的桌上型电脑。没错，我现在就要来进行开箱啦 ，Let's go。Thank you.